坐好，在你的位置，你可以安静你的心。能够这个时候，你的心里的灵是对准向神。这个时候是我们到神面前来充电的时刻，跟神亲近的时候。我们请敬拜团弟兄带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带我进入。跟神说，是的，神啊，我爱你，使我的心何等渴望在今天的里面。主啊，你就来吸引我的心。主啊，我要饱尝你丰盛的救恩，你的恩典，你的慈爱。主，我的口要来述说你的奇妙。主啊，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父，好不好？这个时候你可以安静在灵里面跟神这样祷告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我们请敬拜团带我们来唱这诗。弟兄姐妹，你仍然在你的灵里面跟神来祷告，带我进入，带我进入幔内，带我进入幔内，宝座前。见面对面，寂静里是何等甘甜，带我进入幔内。弟兄姐妹，你进来了吗？带我进入，你的心进来了吗？幔内，宝座前，与你相见面对面。
求你爱你丰盛的慈爱连续我们，爱你丰盛的慈悲涂我们所有一切的过犯。主啊，我们相信因着你耶稣所流的宝血，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圣座前。谢谢你联系我们，主啊，赦免我们，医治我们，主啊，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领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今天是神复活得胜的日子，阿们吗？是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同起立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，好不好？可以找五个人彼此对说，我们一起来奔向爱我们的神，一起来奔向爱我们的神。是的，他是爱我们的神，我们一起来到他面前敬拜他。我们用第一首诗歌来敬拜他，奔向爱我们的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很喜乐地来到神爱我们的神面前，来自由敬拜他。我们一起来赞美天上的神，爱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，却有丰盛的恩典。你想爱你，受你眷你的人，受约是慈爱，心事广大，与我同善，充满怜悯，实现拯救，一次一次全心祷告，愿主化出天赐你随我来，随我来，奔向爱我的神，高声欢呼，扬声赞美，颂赞基督的天赋，随我来，奔向爱我的神。不再有他，不再有你，只是我心靠所有的神。再来，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，却有丰盛的恩典。你想爱你，手里却你被人受约是慈爱，心事广大，与我同在，充满怜悯，实现拯救，一次一次一直握住天赐引领，所以我要握紧我们的手，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，高声欢呼，扬声赞美，颂赞基督的天赋，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。不再有你，坚信我心靠，守约的神。请弟兄们来唱，姐妹可以拍掌。大有可畏，却有丰盛的恩典。你想爱你，守你诫命的人，守约是慈爱。心事广大，与我同在，充满怜悯，施行拯救。一次一次。天主国主天赐的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，阿们，来到我们最爱我们的神面前，举起你的手，让神看见你，高声赞美，高声赞美，高声赞美，颂赞奇妙的天赋，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，不再惧怕，不再犹豫，坚信爱心高，所有的神。请姐妹带我来唱，弟兄可以来向你拍掌。大而可畏，却有丰盛的恩典。你想爱你，手提坚定的人，手也是慈爱。
的帮助，阿们吗？所以我们心中慌了，我们必要用诗歌来颂赞我们的神，阿们吗？我们再用第二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依然拍拍手，哈利路亚！是的，是的，众臣们你要抬起头来，是的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，因为荣耀的君王将要进来。众臣们你要抬起头，是抬起你们的头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。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，起来欢呼赞美他，将神所举手传颂，你和其中所充满的属灵吧。那荣耀君王就是起来欢呼赞美他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，欢迎你降临，欢迎耶和华，陪的一切真荣，我们在这里，荣耀君王真要进来主啊。你来是真欢迎你，再次更多的来用这首诗歌赞美神。众臣们，你要抬起头，我们要抬起头，用着你们呼，你们要被举起。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，起来欢呼赞美他。你和金钟所充满的属灵吧，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，起来欢呼赞美他，我们在这里来欢迎你，我们在这里欢迎你，欢迎我们的神，你的心敞开在你的面前，欢迎耶和华。是的，你的百姓要来到你面前，将一切荣耀尊重，主啊，赞美尊荣都要来归给你。
唯有你配得如此我们敬拜和尊崇。现在我们再一次将最热烈最大的掌声欢呼声归给我们的神，他是荣耀的君王，是的，他唯有他配得，唯有他配得，因为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主，我们要来尊崇你。主啊，你的名分伟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主啊，谢谢你在你的百姓的当中成就你许多荣耀的事，成就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伟大奇妙事。是的，从我们从软弱的里面，主啊，变为刚强。主啊，在不足的里面，你加添信心和力量给我们。主啊，透过这首诗歌，主啊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有很多的不足和软弱。主啊，但愿透过这首诗歌，你再一次指教我们当行的路。谢谢耶稣，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因为我们何等需要你在我们生命中，我们何等需要你在我们的服事里面。主啊，我们很多的不足，主，我们很多的软弱，主啊，我们愿将你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，主啊，做我们路上的光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我们可以安静我们的心，再用第三首诗歌，我们请敬拜团的姐妹带领我们来唱。主，哦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们可以安静坐在我们的位置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坐路上的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
圣言神帮助我们所说的话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益处，这个也是我们教会的家庭乐。是的，圣言神透过这首诗歌再次的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将神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，也求神保守我们能够来学习耶稣的样式，心里柔和谦卑，能护神的恶，学神的样式，因为神的恶是容易的。好吧，我们当我们在从头葬之时，你里面有个祷告的心，说是的主，圣愿你来帮助我，指教我，是的，然后叫我的生命能够让你得着荣耀，叫人听见的得益处。我们再从头来唱，我主，我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做如闪电光，成为我脚前的我需要再次跟神说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。
诗歌的时候，我觉得我问我自己，我心中有没有常常渴望，深切的渴望耶稣在我生命的里面，我有没有在我的心里面有一种迫切的需要，就是我需要耶稣在我生命的里面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当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一种很迫切的需要告诉神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在我生命的里面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我今天也一样在神面前寻求，我说，神啊，如果一个人没有很迫切的觉得他的生命的里头需要有你，这是什么样的情况？弟兄姐妹，我想到的是，我们可能是一个只想得不想付出的基督徒。当我们只想从主耶稣那里得着一切恩典的时候，主耶稣给我们了，既然我的需要满足了，我就不再感觉需要了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我所得的可能没有得着，所以我就对耶稣失去了信心跟盼望，就觉得耶稣不会听我的祷告，他不爱我，我不够好。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这首诗歌让我再一次的看见，一个人如何常常迫切觉得耶稣需要在他的生命的里头，是因为他渴慕主，是因为他渴慕遵行神的心意，是他渴慕学神的样式，是他渴慕成为上帝喜悦的儿女，是他渴望彰显主的荣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他这样的渴望在他心里的时候，他会看见一个，就是他没有办法，他需要圣灵的工作，他需要神的工作在他生命的里头，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主的榜样，他才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渴望吗？你常常觉得你需要耶稣在你生命的里面吗？就像我们最近独立未记的数记的里面要浇上油，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需要有圣灵的膏油。但是如果你的心意，你来到神的面前只是想要满足自己，那你很快需要感就没有了。但是如果你渴望得着主，更像主，为神来见证他的荣耀，渴望成为上帝喜悦的儿女，那你一定非常的觉得我需要耶稣在我生命的里头，因为我渴望像主，我自己办不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来祷告，我们真的来到上帝面前，一方面审查，一方面回转，我到底是存着什么样的心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今天跟同工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深的体会到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是可以起来被主所用的，是很多人可以去成为别人祝福别人的这个器皿的，但是我们好像缩在那里，我们好像不愿意起来。其实如果按照我们教会所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喂养跟供应，这个应该是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，是积极的主动的想要去帮助别人，想要去影响别人，想要带给别人祝福的一个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请敬拜堂再来唱这首诗歌的副歌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，我们真的跟神说，神啊，我愿意回转归向你，我愿意渴望更多的得着你，我真的渴望的讨你的喜悦，我渴望向你。我们请敬拜堂来唱这首诗歌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，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祷告。我们同时来祷告，亲爱的主耶稣啊，是的，主，我们要向你回转，主啊，我们要向你深深的回转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要深深的向你回转，我们要渴望你，渴望你的生命更多彰显在我们的里面，主啊，渴望更像你，主啊，渴望像这首诗歌说的，主啊，我们就是渴望荣耀你。我们渴望让人看见我们，主耶稣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把那个渴望，主心的渴望，主啊，渴望你的这个渴望，更多的放在我们。
见。是的，谢谢你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我们请全能服事的同工到前面来预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也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寻求。我还是要传递一个，就是弟兄姐妹，今天神渴望我们更好，他不仅爱我们，他更是爱你身边的人。他渴望你经历，他渴望我们来经历他，他渴望我们身边的人看见我们经历神，就让他们觉得信耶稣很好，就让他们愿意来认识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需要，你真的勇敢地站出来，你跟神说，我渴望经历你，我渴望更深更多地经历你，让你透过我来祝福我身边的家人亲人跟朋友，甚至是我的同事们。所以如果你有以下需要的啊，真的请你勇敢到前面来。我们有同工看见有一个人长疹子，非常的痒，如果你有这种情况，请到前面来接受祷告。还有我们看见有一个人有官司的问题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好像没有出路，今天神要帮助你，如果你愿意就到前面来。或者是你有朋友有家人有官司的问题，你就到前面来，一起同心为他来祷告。还有我们看见我们的当中有弟兄姐妹有心悸的问题，心脏跳得很快，很不舒服，如果有的话，请到前面来为你祷告。还有我们当中也有一个家庭是为房贷在着急的，因为他不知道他下一笔的房贷在哪里。可能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是需要堵住的破口，请到前面来，来为你祷告。还有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管教孩子，可能不太知道怎么样拿捏的，很需要圣灵的帮助的，请你也可以到前面来。我们当中还有人是脊椎侧弯的，不能久坐，不能久站，走路很不方便，如果有的话，请到前面来。还有我们有当中可能有人有腹泻，最近有腹泻跟腹绞痛的，请你到前面来。弟兄姐妹，我在说，如果你自己没有，但是你的家人有的话，你也可以一起来为他们祷告。我们也看见有的人很久没有笑了，心情郁闷，很久没有笑了，如果你是这种情况，也请到前面来。我们也看见我们弟兄姐妹有人刚信主，而端午节他要回去，要面对拜拜的问题，他的心中忐忑不安，可以到前面来。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看见有一个弟兄姐妹，他有危险，有试探，是有不正常关系的试探，他有心动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有这种情况，也请务必一定请到前面来，让全能服事的同工跟你一起祷告，让你可以用真理胜过试探。还有我们当中有肌肉发炎的，也可以到前面来。好，其他的弟兄姐妹请坐下，可以跟你旁边的人一起祷告。如果你的家人、你的亲戚、你的家人有以上的这种情况的，你就提出来，跟你旁边的人一起为你的那个家人来祷告，来代求。